一位有钱人到小岛度假，巧遇了当地的渔民。哎，等等，你怎么不多再钓一些鱼呢？这些已经够我们一家人吃啦。不不不，你不懂啦。多钓一些鱼拿去卖，用赚来的钱买一张大网，捕更多的鱼，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啦。赚那么多钱要做什么呢？切，就像我一样，买艘船到美丽的小岛来度假呀。船，小岛，可是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有了。